啊，呢啲咧就係、是、以前嘅澳門幣嚇。咁啊，呢個咧你見唔見到個面值啊？25元。咁啊，住一班好耐，咁啊好靚啊嗰啲。25元。呢啲咧都係好耐噶啦，60年代嘅。咁啊，大西洋銀行啊。你先咁啊，全部都係石板，咁呢啲近代嘅啦。周围都已经收摊了，我现在好像快结束了，人越来越多了嘛。对啊，很新奇。嗰啲我揾下啲80年代嘅呢张。金箍手等佢去咗我啊。帮到。有冇啲金箍手？哇！呢張靚啊，睇下個 number， 係啊，我買4.8，嗰陣點知即係有人撈你嘅時候咧，就開始上。哇！好靚好靚，即係通常啲人撈開始啦，你嘅時候就轉成唔買啦。5.2，哇！呢一本全部都係靚 number 嚟噶。哇！呢、這個過癮啊，987654。3.8。哇！呢張好靚啊，呢張睇下大三巴，葡國海外銀行。以前追100元，這個呢是40年代的50元。後面那幾個號碼就是32元，它就不是什麼400元那些，但是看我的意圖就好。10元這個，我都沒有人買1000多元。好啦，同大家看下港紙先，港幣。大大張嘅1000元紙，80年代嘅。紅三魚最熟噶啦，呢啲都係近代噶啦。個 number 40031號，睇下呢張，而家幾多1000元？哇！全部都係零，哇！呢張經典啊，細個夢寐以求啊嘛，呢張真係好靚，英國時代啲銀紙咧，哇！好靚你嚇。英國嗰個國徽，哇！呢張好喎、啊，呢張我細個阿公都俾過我，幾大張，60元。哇！呢張都好靚，呢張5元紙，哇！5元紙真係未見過。好啦，呢啲係近代嘅塑料抄啦、啊。個簽名你睇下，薯片叔叔簽名，曾俊華簽名喎。薯片叔叔，啊，如果佢做特首啊好。哇，過癮啊呢張世界盃。富字，系咪英國國家隊啊？呢、這個
哎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呢是俄罗斯世界杯的纪念币，这张是塑料抽来，还有呢个足球你看看好靓的，足球好像金属咁噶，呢张好靓啊！哇，有埋嗰个反光嗰个防伪，好靓，呢两张都好靓。咁啊嗱，头先咧见到啲评级纸币咧，都系呢间公司啊 ，PMG 啊，将你的纸币托付给 PMG， 咁佢哋现场咧有呢个 counter 喺度嘅。咁啊有表格啦，你可以填啦。咁佢哋個寫字樓都係香港啊。嗱，我喺咧之前嗰一集咧講呢個錢幣如何送平啦，我講下香港咧 PMG 啊 NGC 咧，佢哋有寫字樓喺度嘅。嚇，見到啦 ，PMG NGC。咁佢哋咧同澳門錢幣學會咧都係呢一個嘅拍檔啦，即係認可機構啦。咁啊，大家好多人都會將啲收藏交俾佢哋去評級啦。咁啊，同硬幣一樣啦，經評級一定知道係真品啦。咁啊，另外分數紙幣我唔識啊，所以唔敢亂講。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